瓷，源于瓷土，融于水火，塑于人工，成于天意。千百年来，中国手工瓷匠人们通过敲打、清洗、配比、风干、火炼等各种奇特的方法和多达72道工序，把大自然赐予的材料幻化成了新的物质。瓷器作为中国国家名片，安静而有力地传递着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文化和如有天成的手工技艺。哎，来了多少？哦，好，好，好，我等下马上就过去接了。嗯，行。好，再见。小周。江西抚州人，古书和瓷土发烧友，和哥哥合伙在景德镇开了间手工瓷器工作室。小周今天的出行是去300公里外的抚州老乡家，看新采到的华石紫矿。由于小周需要的这种材料产量很少，所以每次接到采矿的老乡电话，总是马不停蹄地过去看，因为他不想错过任何一次获得好材料的机会。跟他约好的今天肯定不会卖给别人了，但是你如果没过去，那说不定明天别人收出的好价钱，他可能就让给别人了。到这边的山区了，都是山里面出这种矿。等会儿上面还有更难走的路啊，有可能还得下车走啊。没办法，想要好东西。小周最近迷上了从古玩市场淘来的两块明代瓷片，这是两块古书上有记载但已经失传了的明代隐雕瓷残片。隐雕瓷表面无痕，而在瓷胎之间隐藏着大千世界的暗雕画面，只有对着太阳才能显现。小周一心要寻找材料来还原隐雕瓷，却尚未成功，于是便四处撒网，开启了面向全国的材料探寻之路。经过4个多小时的奔波，小周终于到了采矿的老乡家。哎，不然过几天，亲爱的哥的话，品相不算太好喂。我调一下快。哦，个煤气多可以一点。哎，看得比较看，好一点就好像好少的。我这个东西跟你应该不一样。要纯度要高个，要做精品。瓶子还可以，差池太多了。要调过。反正所有挖出来的矿，你给我稍微清洗一下之后，给我调出来，我可以去搞大型的。反正只要是瓶子好个，我全要。经历了一天的奔波。小周只挑到了一小把符合要求的华石子。老乡再见啊，有好东西留着。回来的路上，小周有些失落。为了找到合适的材料研究隐雕，他去过福建、
云南、内蒙等地，也走过很多弯路。很多材料看似很好，拿回来一用才发现里面的矿物成分不对，达不到要求。但他始终相信自己心中的完美就在不远的前方。小周寻找的滑石子是瓷土的一种，因世界上最早的瓷土发现地在景德镇的高岭村，所以瓷土又名高岭土。古代中国最早发现掺入了高岭土的泥坯极耐高温，可以在1300度以上的温度下煅烧而不变形。不同品质的瓷土经过手工挑选和去杂质，在瓷器中的作用也大不相同。有的成为支撑瓷器器形的骨架，有的则成了瓷器装饰必不可少的部分。它们被手工瓷器的匠人们视为珍宝，不惜辛苦地探寻和挑选，只为辛劳之后美瓷的回报。经过千年的演变，好的手工瓷器原料也从最早的瓷土和瓷石的二元配方转变成了多种材料组合的多元配方。和瓷土一样，瓷石也会根据不同的出处有着不同的叫法。景德镇三宝村因出产一种叫三宝的瓷石而得名，矿山供应了景德镇各大窑口几百年的瓷石，几近绝产。本已改行经营农家乐的矿工老汪，今天又开始了少有的采矿工作。在这个地方就有矿，以前我父亲跟我讲的过，原来这里有一年加工好几百吨矿石。以前这里人口很多的，都是为这个矿山服务的，人员都外迁了，迁出去了，保留的一些遗迹在这里。老汪的祖辈早年都是在这里挖矿的矿工，20年前他承包了这条祖辈们一直引以为傲的矿洞。由于经历了上百年的挖掘，这条矿脉的优质矿石存量已经很小，所以除非有老主顾的订单，老汪才会进矿。我爷爷就在这里采过矿，这个矿生产这个光摇摇的瓷器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三宝的来源呢，也就是这个矿山，它每天开采出的原料可以进到三个金元宝，一旦这个瓷盾呢跟鸡蛋骨才能放得过来。老汪甚至没有亲眼见过一件三宝瓷石做的官窑瓷器，但是祖辈们为官窑采瓷石的历史让他时刻感到自豪，这种自豪造就了他对这条矿脉的珍惜和敬畏。真正了解景德镇瓷器的人是不多的。景德镇瓷器最早是用纯手工的，石头就像农民种的麦子，精致手工打做，它就可能是更好的糕点。粗放的机器上就做个面条，它就是普通的面条。这个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我们也不希望它在我手上全部开完，留一部分给子孙传承下去，哪怕是100年、200年。我们子孙后代还可以像我们今天生产手工制作的陶瓷一样把它制作出来，不会断。现在的老汪除了一年会给老主顾精挑细选地挖几次矿，其他的时间都在经营自己的农家乐饭店。瓷石和麦子的比喻足以体会几代一直为手工瓷器采矿的工匠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期望。当然，精挑细选的瓷石变成精美的瓷器
还有漫漫长路要走。路上的第一步就是粉身碎骨变成泥。水队是最能体现中国手工瓷器工匠智慧的发明之一。利用水流的动力带动石锤，将瓷石锤打成粉末用于制泥。聪明的古人不仅用水队解放了人力，还创造了一种连现代制泥技术都难以获得的菱形分子泥土。菱形分子泥土的护抓力强，造出的瓷泥韧性非常好，使得烧制的瓷器更结实耐用。现代技术进入制瓷业后，水队这种半自动的制泥工具在景德镇逐年减少，会使用水队制泥的工匠也变得非常珍贵。景德镇姚里的老詹是为数不多的守队人之一。老詹每天在这个人烟稀少的世外桃源重复着相同的工作。重达几十斤的瓷矿石装在担子里，扛在肩头，靠着人力的一吨一起，在泉水中得到反复的清洗。这样的动作重复几十遍之后，矿石表面的浮土就被冲洗得一干二净。清洗好的大块瓷矿石要老詹手工敲打成小碎块，才可以把工作交给水队。经过水队长达十天的敲打，获得的泥土还要经过四个沉淀池逐级淘洗和沉淀，滤除杂质。沉淀和过滤后的泥土每隔一周再用脚一点点地踩上两个小时。光脚踩泥是为了更好地感知泥中存在的气泡，将其排出，不能放任一丝杂质，还要把人的温度和力量传给瓷泥。这是现代化机械制泥不能蕴含的人工味道。三周之后，老詹把采好的泥压成方便运输的砖形泥块，这就是瓷墩。每一担瓷石变成墩子，需要老詹一个月的默默劳作。老詹守着窑里的水队工作三十多年了，他每天都默默不语地和瓷泥交流，除了偶尔有前来拜访的老朋友。李胜是老詹几十年的老朋友和老客户，今天他又来窑里看望老詹，顺便取走自己作坊里预定的瓷墩。就这里，曾师傅，带酒来了。等一下喝两杯歇会啊，我先过去啊，等你啊。在中国手工瓷行当里，墩子可以做瓷器的胎体，也可以做瓷器的表面釉料，只因添加的成分不同。窑里水队产的瓷墩，用清水浸泡之后，按着一定的比例配上碱性成分的草木灰，在水分子的作用下，泥料和草木灰经过长时间的混合，便会形成手工瓷器最上好的釉料。李胜的作坊距离窑里的水队有50公里远，是祖上从清朝开始创立的，直到现在还延续着师徒相传的古法制瓷传统。除了作坊里的重要工序需要自己亲自把关，其他的时间就是指点指点徒弟，养养鸟，会会老朋友。这样啊，等一下把这个挖掉1毫米，然后把它较平来，啊，爬，稍微别挖深的，啊，慢，那个手要拿稳，别爽爽。哎，中啊，两个有用手艺噻。我们手艺人也叫工匠，一定要认真去对待大自然所赋予我们的这些材料。
你不要小看窑里那个老曾师傅嘞，我是30年前跑到窑里认识他，我跟他讲，你能不能在这一堆原料里面给我挑出来，50斤、100斤都可以，我是按那个官窑瓷器的原料要求，油油的、绿绿的，他看到啊，你要这种的，这一大堆里面多难挑啊！答应了以后呢，这一坚持下来就20多年，快30年了。我又不可能天天蹲在那里看着他挑，他一个差的都不挑过来，30年了，刘一乐，我对他很尊重，也很敬畏的。辛苦了，辛苦了啊！好，来来坐坐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千百年来，中国手工瓷经过演变和发展，已是形状各异，万紫千红。无论是宋真宗爱如珍宝的天青色，成化帝为博贵妃一笑的斗彩鸡缸杯，闻名世界的青花珐琅，还是现代人们热衷于通透质感的玉制瓷，瓷器的胎体、釉料乃至装饰材料，都随着原料的变换悄然变化着。无论怎样变化，都成就于自然界的水土以各种方式的结合，和那些拥有匠心的匠人们用双手无数次的尝试。被板聘回原料车间的工程师王工，今年74岁，是景德镇陶瓷学院原料工程系第一届毕业生。王工每天的工作就是用厂里从全国各地新发现的矿石原料，尝试新的配比方法，配置泥料和釉料，拿给烧制车间做试验，行话叫试罩子，用来改良出更优质的瓷器胎体和釉料。手工瓷器行当里，罩子是做试验用的瓷片的统称，用来观察胎体和釉料的属性和颜色，以及新装饰原料是否符合要求等等。一件精品手工瓷器的美丽背后，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片罩子的功劳。经过2个小时，然后就过筛，过了筛以后的话呢，就成为个釉了。小雨啊，过来过来。来，小雨啊，来拿你吧，来了，滚动了，滚动了。小雨是新来厂里的学徒，在原料车间和王工学制泥技术。我那个要卸起来了，你起不起来个能啊？由于手法不娴熟，王工总是对小雨很严厉。不要快的，慢些的。王工虽然严厉，但小雨知道王工在教徒弟方面从不会有一点吝啬。小指头里要裹那裹的，对对对对，原来有大徒弟还也在这里做事了，后来被别人挖走了。搞这个东西是比较苦的，我们不能影响他的前途了，他要到跳槽到其他好的地方去，我们怎么可以阻挡呢？我们不能阻挡的。是罩子有标准的，收了以后的话呢，就看看它的这个色面对不对，合不合乎要求。如果不合要求的话，要改。这个要说的话的，这个。他们说的，别生气啊。不急。他们说的说，现在要是学瓷器这行，就得学那个画画的，才有出息。那是的，我们搞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待遇各方面比画画的比较差一点，比较差。
他们是搞艺术的，我们是搞科学的。画就是你的手艺，你的技巧。我们这个来讲呢，你要懂它的化学成分，你要懂它的化学成分在各种温度下它的变化。这个陶瓷它是科学与艺术的综合产物。并不是所有的原料工序的工匠都能像王工一样意识到他们在做的是陶瓷科学，但历史上古代西方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参透中国瓷器的制作奥秘，却佐证了中国的手工瓷匠人们自古的科学造诣。小周终于搜集齐了自己心中完美的材料，又开始了新一次对引雕瓷的尝试。冬去春来，李胜还是像往常一样跑到窑里看望老朋友。曾师傅，带酒了，喝两杯谢我啊。还得拜托你啊，敬你。你相信我，我相信你，是吧？我们作为兄弟样的古老方法，代代都还要传下去。反正我们一代了下去了，还有下一代还要搞。有人就有东西，哎。中国的手工瓷器工匠，自古以来就是这么的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手艺，他们彼此尊重，执着钻研。那些与原料打交道的匠人会更深地领悟自然，敬畏自然赋予的材料。随着时间的磨练，小雨对原料车间的工作越来越熟练，王工仍是毫无吝啬地传授着制泥的技术。一件完美的手工瓷器，在水土融合的那一瞬间，就早已汇入了匠人的心血和体温。无论时空如何变换，这种已融入水土的匠心，将不会因时间和空间而改变。那个地方叫东浦，他那个时候叫东浦高岭。我参加工作1961年，刚好那个时候还有瓷土，它大规模停产，按照资料讲是1959年停了。那个时候就是满山遍野都在那里开采，都在那里淘洗，都在那里泥浆浓缩。渡轮车啊，他们碾过的这个青石板呢，都是很深的那个痕迹，都好深。